请看《光明觉品》第九段，光照十一界。这个一段也有十首偈，这十首偈呢，是赞叹如来大悲救世的大悲救生就是救度一切众生。前面所说的多半是成就自己，自己成就之后，那就是要帮助还没有成就的众生没有成就的众生无量无边不仅仅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大乘教里面所说的范围非常广大世界无量无边，无尽无数世界里面都有十法界，都有六道纯净纯善的世界有，不是多数像极乐世界纯净纯善他们虽然有这个四土有凡身同居土，有方便有余土，但是都是清净而没有染污我们今天在经典里面读到的这个慧染世界这个污秽染污，我们的感触很深因为我们现前处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地球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从来没有像现代这样严重的染污。那么这些染污给地球上的生物当然包括了我们人类许带来许许多多的灾害最明显的空气的染污，生活环境的染污，瘟疫疾病无疑不是染污在过去这个几千年有历史记载这些年代虽有染污不严重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宗教都讲这个世界末日末日是怎么形成的呢有许多科学家预言家都认为这个染污是应该是最严重的所有这个灾难里头甚至于比战争还要可怕那么现在是化学的气体在大气层里面破坏了这个南极的臭氧层过去我们在澳洲进入澳洲同学们就给我们提出警告
澳洲的紫外线比一般地区要强六倍。啊，常常在阳光之下铺路啊，很容易得皮肤癌。啊，这个臭氧层是在讲是过滤这个太阳的紫外线。啊，那么这个是人为造成的。那么好在这两年这个破坏臭氧层这个地区啊，是转移到南美洲去了。啊，它也常常在流动啊，啊，转移到这个南美洲去了。啊，所以澳洲，这一年多来呢，这个关于这一方面呢是要好多了。啊，澳洲地大人少，啊，这个国家呢也保护人民，所以依旧维持农牧这个政策，啊，不发展工商业，啊，工商业的染污太严重，快速可怕。我们看到这一段呢，诸佛菩萨自己修学成就之后了，啊，是以度众生为事业。当然，这也是把他的愿望实现了，啊，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发的誓愿，四弘誓愿，啊，凡是学佛的同修，无论你是初学还是老修，啊，你每天都在发这个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第一愿呢，就是度众生了。我们学佛为什么？就为这桩事情。啊，为了要这个度，就是帮助。啊，帮助世间许许多多苦难众生。我们发这个愿呢，啊，发这个愿，我们现在有这个心呢，但是没有能力，没有智慧，没有德能，啊，所以度自己都度不了啊，怎么能度别人呢？啊，后三愿就成就自己了，啊，成就自己真正的目的是第一。所以这开头这从哪里做起呢？从断烦恼。断烦恼是成就自己的道德啊，德行。孔子教学四门功课也把这个放在第一了啊。孔子教学第一个是德行啊，第二是言语，第三是正事，第五是文学啊，德行摆在第一了。儒跟佛你看不谋而合中国外国自古至今啊，真正有德行的人啊，教化众生呢，都把道德放在第一啊。所以佛法也是这样的，先叫你发愿啊，发愿就是你有一个
正确的方向目标啊，我为度众生啊，为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而发心修行啊，修行从断烦恼开始啊。烦恼无尽誓愿断，儒家德行是属于这一苦啊，言语也是属于这个苦。啊，儒重视言语，佛家也重视啊，你看口业啊，特别明显的在无量寿经上师尊这样教导我啊，其他经论里面佛讲的修行的这个三个纲领啊，都是从身口意用这个形式来排列啊，但是无量寿经上啊，他没有按照一般这个排列，他把口排在第一啊，第一句话是善护口业，不积他过。第二才是善护身业，不受律仪。啊，善护意业，清净无染。这是讲到这个道德修养里面三大纲领。啊，世尊当年在世，将近三百余会，说法49年了。这个纲领是常常提示啊，在一生教学当中啊，总说过千遍万遍啊。为什么要说这么多遍？时时提醒你，你要落实啊，你要做到。啊，当时这些弟子确实是很认真努力在落实在做，做得不够圆满啊，不是佛菩萨理想那种水平，所以还是不断的提醒啊。释迦牟尼佛跟他当时的这些大弟子们都给我们做出最好的示范啊，众生迷惑颠倒啊，就像地藏经上所说的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起心动念已经是在造罪业了，言语行为善少恶多啊！佛把一切不善归纳为十大类啊，要十恶业啊，杀生啊，这个杀生意思很广啊，有意无意伤害别人，这都是属于杀生这一条的啊。对人，特别对小动物啊，蚊虫蚂蚁啊，他来骚扰你，确实有意无意当中常常就把他杀死，那也是一条命啊。啊，既然是有生命的，你要知道都是贪生怕死，
啊，你杀他，他不甘心的，啊，他有怨恨在心的，那个怨恨在心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冤冤相报，啊，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个麻烦就大了，啊，一世比一世啊残酷，一世比一世严重。啊，那我们今天世界这种状况，这个就是不善业的累积。啊，累积到一定的时候，会爆发严重的灾难。这个灾难包括就是天灾人祸啊！啊，要知道这个是众生共业累积所造成的，不是无缘无故的。啊，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没有伤害人的念头。啊，上帝也是仁慈的，怎么会惩罚人呢？啊，人造这个难呢，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啊，现在这个理论，啊，我们在通过啊日本东京江本胜博士做这个水实验，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啊，佛法里头所讲的业感。我们善的念头，这个念头生起来，整个宇宙都起感应。啊，水矿物啊，你善念对着这个水，你看它在通过显微镜观察之下，那个结晶呢非常之美。以恶念呢对它，啊，你的这一杯水。这一杯水，你说我讨厌你，我恨你，我不喜欢你，在显微镜底下出现的结晶呢，非常难看。啊，你说我喜欢你，我爱你，爱你，我很感激你，啊，那个结晶就非常之美。啊，这个试验的结果呢，就是讲佛经里的所说的业感。那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心对人、对事、对物？啊，那外面这人事物的事是用什么来回报我们？不就知道了吗？这业感吗？啊，华藏世界的众生、极乐世界的众生，他们的业清净善良。啊，所以在环境里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那么样的美好，都是那么样的善良，就这道理啊。啊，极乐世界华藏谁造的？大家清净心、慈悲心所感召的，那感应的。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社会比不上过去？啊，在这个一个地球上，啊，这个事情很明显。啊，回想30年之前，啊，那个社会是什么样子？啊，60年之前，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人讲30年是一世啊，30年是一个变化啊。在过去，那我们是听老人说的，自己没有经历过啊。60年之前，我们经历过了，我们也很懂事了啊。那个时候，社会人心善良淳朴啊，人与人之间的时候。还知道彼此互相照顾，啊，
即使是陌生人不认识的人啊，遇到他有困难的时候都会主动去帮助他啊，出钱出力去帮助他。现在没有了啊，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啊！啊，再细心观察呢，一年不如一年，特别是最近的这个30年啊，这个30年的变化非常之大，这一年不如一年啊，人心变了。啊，我们这个生活在这个环境，整个地球环境变了。啊，变得很可怕了。啊，佛菩萨发愿呢，要来救我们了。佛菩萨用什么救呢？这个要知道。啊，千万不要迷信。佛菩萨救度我们呢，就是教训啊，上一个月，释迦牟尼佛的佛指舍利，啊，指骨里面的一节，在香港展览，啊，我也去展览了。啊，听说在香港有超过100万人以上去展览，展览啊，这个很难得了。但是要晓得，这个舍利只是激起我们对佛法沉浸的心。啊，当然这个也有利益有好处啊。啊，激发我们对于三宝的尊敬啊。可是真实的利益呢是在经典。所以诸位要晓得，经典是如来化身舍利啊。我们学习经典才能真正得到质疑啊，真实的利益佛在经上常讲啊，经典所在之处啊，即为有佛啊，佛就真正的佛就在此地啊。佛灭度之后，经典就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老师啊，依照经典所说的理论方法去学习，这是真正的佛弟子啊。我们接受佛陀教诲啊，53年了，啊，这半个世纪，啊，对于佛陀教诲有很深刻的体会，啊，那我们怎样报佛恩呢？啊，这个东西都要看缘分呐。啊，这几年就发源很深啊，我们为报佛恩啊，报佛恩唯一的方法就是大悲救生啊。
印光大师，这是民国初年人啊，距离我们现在啊还不到一个世纪。他老人家一生给我们做了榜样啊，做了示范，流通法宝，印经布施啊！啊，我们要深深体会他老人家的心意啊！所以我这一生有能力，全心全力，都是印经的布施。啊，过去我们最大部头的典籍《大藏经》啊，我们对国内、对全世界啊，总共送过1700多套啊，今年我们又印了1000套啊，9月就出版。啊，有许许多多同修响应，太难得了，啊，出钱出力，啊，这1000套啊还没有出版，啊，我们又向这个印刷的公司预定了3000套，明年9月出版。啊，所以这个今年明年的时候，我们印送大藏经的数量是4000套啊，啊，这个小的册子都不算吧，啊，这是如来法身舍利呀，这个舍利呀，年年在增长啊，啊，就像科学家看到这个宇宙膨胀的现象一个道理。啊，前面跟诸位说过了，看到膨胀的现象呢，是相虚相；真相呢，真相不生不灭。啊，这个意思就深了。啊，我们只有这个样子，才能真正不佛门。只有把佛法了，对一切众生呢宣扬，劝导一切众生。回头是岸啊，从迷回头觉悟了，从邪这个邪思邪见回过头来，你就正知正见了，从染污回过头来，你就得到身心清净了。这个要靠教学。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生从事于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工作。啊，我们今天推动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报佛恩呐，用这个方法来救世界，啊，帮助世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的路啊，这一点要知道啊，这个就是佛菩萨保佑我们要懂得啊。印光大师慈悲到基础啊，在100年前就看到现代社会的灾难啊，怎么知道呢？
啊，100年前，那民国初年了。啊，满清的末年，我们在弘化社看到老和尚印的书，看到他老人家在文钞里面呢写的这些文字，啊，极力的推广、弘扬《了凡四训》《感应篇》啊，《音质文》，我看得很受感动。清朝末年，啊，定海知县，知县就是县长啊，知县这个名词是清朝时候用的，啊，到了民国了就不叫知县了，称县长。啊，定海知县，这是在清朝末年。啊，李勤大师到那边去弘法。啊，那个时候印光大师住在普陀山，普陀山距离定海很近啊。啊，他自己乡音很重，他是山西人，他讲的话这江浙人听不懂啊。啊，所以他没有办法用这个语言来弘法，啊，他用文字。啊，可是定海知县礼请他呢，他答应了。他自己没办法去说话，人听不懂啊。啊，他请了一个法师去，啊，就代表他去，啊，去讲什么经呢？讲文昌帝君音质文。我看到这一段的记载，我非常受感动。你看看，好不容易哦，这个县这个知县，请你到那里去讲经弘法，哎，你不讲佛经，啊，去讲道教的音质文，安史全书，啊，一共有四种，前面一种就是音质文，啊，占全书分量1/2了。那里面讲的什么因果教育，这不是佛教的东西 啊，他能提倡叶生提倡感应篇，提倡了凡四训啊，所以我在早年啊70年代啊，我1977年到香港来讲经，啊，在中华佛教图书馆看到弘化社这一些典籍，啊，我对于印光大师有很深刻的认识。啊，他提倡因果教育。啊，为什么大力提倡因果教育呢？这就是明显告诉我们，儒好，佛也好，儒跟佛要长时期教化众生，才能得利益。啊，现在大家不相信儒，也不相信佛了，儒佛已经救不了众生了。啊，真正能够帮助众生呢，啊，现前就得利的因果。如果你能够相信因果，懂得因果的道理，知道因果的事实，你起心动念，一切造作，自然会收敛的。
啊，为什么呢？种善因必定得善果，造恶业是决定逃不了恶报。啊，祖师用这个教育，一生呢非常强调。啊，弘化社所出版的这三种书的数量，啊，我从版权页里面去看，概略的统计一下，大概超过300册，300万册，我都带了。啊，佛书、善书，它都流通，数量没这么多。啊，1万、2万册，那不得了。这三样东西超过300万册，这还得了？啊，所以知道啊，祖师要救这个劫难啊，救特别是现前，救现前劫难的苦心，真正是大慈大悲呀！啊，那么这三本书，我早年都读过。读过很多遍，啊，文言文写的，是最浅显的文言文，啊，在那个时候没问题，啊，实在讲，30年前的人读这个书没问题，今天读这个书的人有问题，看不懂啊，尤其在中国大陆，现在推行简体字。这是繁体字，啊，看不懂。使我们想到祖师悲心悲愿，啊，应该怎样把因果教育落实，啊，所以我就想到了我们现在这个远程教育。啊，用网际网络，用电视，啊，所以我就很希望呢，把他老人家讲的这三样东西，啊，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这三样东西啊，编成连续剧，啊，用连续剧这个方式。达到因果教育的效果，啊，我在国内找到这个隐居界的艺人，啊，我来给他谈这些事情，啊，我说这个不是娱乐，这个是教育，啊，我是想的时候，这个《了凡四训》编20集，《感应篇》编30集。安世全书编30集，总共80集。我说我这80集是因果教育的课本，不是娱乐，而是用娱乐的方式来教学。啊，赶紧把这个教材搞出来呀！啊，是印光大师的这个愿望。这个悲心真正能够帮助全世界的众生啊，那么这个剧本80集东西出来之后啊，我们用英文字幕啊，西班牙文的字幕，阿拉伯文的字幕啊，配在这个画面上。这个样子全世界人都能接受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深深体会到诸佛菩萨祖师大德的悲心啊，从这80集里头真正明了因果的道理与事实真相。我回头
回头是岸，自求多福啊！啊，只要我们通通都回头了，回卧向下，啊，回迷向悟，我们自己就有救了。自己有救了，这世界也有救了。啊，回自私自利，为利益一切众生，利益社会。那么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就是世尊，你看在《大方广华严经》里面，显示出菩萨成就之后，啊，怎样对一切众生，啊，一切的社会，啊，这个一切我们常讲九法界，但是在华严里面范围比这个大得多了。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众生啊，做出伟大的贡献。现在我们看经文。二十光明过一亿世界，这个过是超过一亿世界，是前面第八段讲的啊。这前面是光明光照啊，一亿世界现在扩大了啊，扩大是你看遍照东方十亿世界啊，扩大了十倍呀。所以从这个这一品经里面，我们啊，从头到这里一直看到这个地方，它不断在膨胀啊，从一个世界、十个世界、百个世界、千个世界、万个世界啊，一个世界到十亿世界啊，这很像现在科学家了观察宇宙啊，它是宇宙在膨胀啊，你看这个现象是不是膨胀现象啊？可是你要记住，这个现象是相虚相啊，不是实相啊。真实相是刹那生灭，刹那生灭就是不生不灭啊，那才是事实真相啊。这是相虚相啊。相虚相里面我们看到啊，这个一切众生跟诸佛菩萨了他们的活动啊，从这个地方细心去体会。光照东方啊，遍照东方十亿世界，南方、西方、北方，啊，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啊，四维是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啊，上下十方啊，一佛如是啊，啊，只扩大到十亿了。比一夜世界中啊，每一个世界皆有百亿阎浮提啊，阎浮提是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星系啊，就像我们今天讲的太阳系一样啊，每一个世界都是这样的，都有这么多阎浮提洲啊，啊，乃至百亿色究竟天，啊，色究竟天是这个单位世界的天顶，啊，那么讲阎浮提讲色究竟天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六道。
啊，今天所说的这大千世界，啊，这个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啊，多大呢？经上常讲三千大千世界，啊，黄念祖老居士他说的，三千大千世界要用现在科学家的说法，十万亿个银河系，啊，我们今天一个银河系是一个阎浮提，一个单位世界。啊，十万亿个银河系，这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对，一个世界比一亿界一个世界啊，一个世界是十万亿个银河系。其中所有啊，悉皆明现。啊，这不是一个世界，夜夜世界，啊，就是光照十亿世界。这个十亿世界，子弟讲得很清楚：东方十亿、南方十亿、北方十亿，啊，十方。啊，每一方这个光明都照到十亿啊！你才晓得这个世界多大了。啊，这里头每一个世界，啊，每一个世界，我们要知道，就是十万亿个银河系。啊，这算是一个世界，这里面所有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明现。啊，比夜夜阎浮提中，啊，这是每一个世界，啊，每一个大千世界，啊，悉见如来作莲花藏四字之作，啊，这谁能看得见呢？法身菩萨了，啊，《华严经》上所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所以只要我们真正呢破一品无明，正一法法身，你就见到了，啊，这个障碍就没有了。啊，我们本性本有的这个能力啊，智慧能力通通现前了。啊，你能见，见是天眼呐，天眼。慧眼、法眼，啊，还有佛眼，无眼圆明啊，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无眼都透出来了，障碍都没有了，无眼圆明的，因为明心见性的。就是成佛了，在中国大乘教里常讲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佛是真佛，不是假佛。设法界里面的佛是相似即佛，不是真的。啊，横向佛，嗯，还不是不算是真的。破一品无明，真的。为什么真的呢？无眼出来了。设法界里面的佛没有佛眼。啊，有慧眼，有法眼，啊，破一片无明呢，才有佛眼，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啊，无眼圆明呢，你能够看得很清楚啊，看到如来作四作华藏四字之所，啊，莲花藏，你见到了，啊，十。佛刹微尘数菩萨所围绕，啊，佛是老师啊，啊，所以这一点诸位要晓得，菩萨是学生，
啊，这个是有学位的学生。啊，佛法，我们常讲它是教育啊，啊，是多元文化的教育。啊，佛陀、菩萨、罗汉，都是佛教育当中学位的名称，这个诸位要知道。那佛陀是最高的学位，所以菩萨将来都会成佛。啊，你拿到这个学位，这个不是宗教啊，就佛不是神呐。啊，神只有一个，上帝只有一个，不能人人都做上帝啊。啊，那么佛这个名称呢，就像学位的时候，博士学位，人人都可以拿博士学位，它是学位的名称，最高的学位。啊，次一级的菩萨，菩萨就相当于硕士学位。啊，罗汉呢，最低的学位，相当于学士学位。啊，这算是有成就的了。啊，那么阿罗汉以前这个修学都没有学位，啊，就像我们读书，你念小学、念中学、念高中没学位，啊，大学毕业拿到学士学位，啊，研究所毕业的时候你才拿到硕士学位，啊，博士学位，啊，这是学位的名称。啊，那么至于菩萨上冠上名字，那个名字是通名，不是别名。你说我们人人都知道观世音菩萨，观世音是一个学科目的名称啊，譬如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啊，你学哲学啊，你学这个科目啊，大学毕业了你是哲学学士。研究所毕业呢，你是哲学硕士、哲学博士，不是人的名称啊。那你晓得哲学博士有多少人呢？啊，观世音菩萨是一个学科。啊，这个学科的内容是什么呢？慈悲。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太多了。观世音菩萨里面呢，有阿罗汉，有菩萨，也有佛，啊，观世音佛。你看到楞严经上，观世音菩萨说，他是跟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佛学的。啊，所以观世音是一个科目的名称呐。啊，你拜观世音菩萨时，你拜哪一个观世音菩萨？啊，还是笼统，我通通都拜。啊，好比我们学校要请一个老师，请一个哲学博士。啊，所有哲学博士我都请。我不是专请某一个人，这个道理你不能不懂。你要不懂的话，你就搞成迷信了。啊，观音菩萨是一个人，地藏菩萨一个人，错了。啊，观音、地藏、文殊、普贤都是科目，都是学科。这每一个里头，观世音菩萨无量无边，啊，地藏菩萨也无量无边。搞清楚搞明白啊。那么我们学观音法门，你就是现在是观世音菩萨学生的，我学这个科目的学生的啊，有了成就了啊，在这个地方说破一瓶无名正一分法身呢，那你就是观世音菩萨啊。你把四十一瓶无名破净了
那你是观世音佛，啊，你这个修为就达到圆满了，这个不能不懂，啊，所以有老师，啊，老师是佛，啊，老师在教学，菩萨是学生，啊，那么这个地方菩萨，这是讲51个阶级，从初性位，啊，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就，啊，我们讲51位菩萨，所供为饶啊！啊，实性为菩萨为饶的是应化身佛，啊，三贤菩萨为饶的，啊，是这个报身佛，啊，地上菩萨所为饶的。发生佛了啊！看你是什么层次啊？你见到哪一个等级的佛啊？但是无论是发生、报生、应化生，啊，大经上给我们讲一二三三二一，它是随顺众生程度现种种不同的身份啊，这不同的身份都是佛身。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